预告状，我会偷走哆啦 A 梦嘅浪浪。变咗做只野猫。喵喵！哆啦 A 梦嘅啷啷就喺秘密道具博物馆入边啦。大家好，我系道长杨富尔特。你话呢度就系最初期嘅随衣门？好啦，出发啦！呢一度就系展览有史以嚟所有秘密道具博物馆。哇！系咪同我一模一样咧？真系笑。是怪盗 DX 啊！系咁即系话有秘密道具被人偷走咗，等我睇下先。呢个道具好犀利噶，好快就可以完成啦！爷爷啊，系边个？嗰个偷咗哆啦 A 梦个啷啷嘅怪盗 DX 嘅真正身份系大侦探大雄，破案快到闪电！我个啷啷啊！去攞翻秘密道具嘅大冒险开始啦！这个是电影哆啦 A 梦大雄的秘密道具博物馆。